陈情抗议不断，行政院一天两场。农委会草菅人命，农委会草菅人命，行政院做事不理，行政院做事不理。抗议抗议又抗议，最近行政院的外面实在是有够热闹，不断有人来澄清。九号上午先是消防员登场，下午又来了台铁员工，实在是好忙啊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要求让消防员回归本业，把捕风捉蛇的工作交还给农业局。农委会草菅人命，行政院做事不管。而台铁产业工会则呼吁政院重视台铁过劳问题，人力要补足，人力要补足，休假要落实，休假要落实，回归劳基法，回归劳基法，还我加班费，还我加班费。行政院也在第一时间接受澄清。那大家的心声还有你们的诉求，我们目前都感受到了。政治动新闻，院长感受到可要做到啊，报道。